现在示范三合一 V 型止逆计泡细化器的使用方法。先将侧方接上吸盘，打开细化器上盖，取下陶瓷片，加水至三分之二，放上陶瓷片，锁紧细化器上盖，将 CO2 管接于进气口，将细化器放入水中，固定于接近底床处，慢慢调整二氧化碳至需要的速度。以上是三合一 V 型止逆计泡细化器的使用方法。现在示范 V 型三合一止逆计泡细化器 S 的实际操作情况。现在示范 V 型三合一止逆计泡细化器 M 的实际操作情况。现在示范 V 型三合一止逆计泡细化器 L 的实际操作情况。